很后悔娶到我啊，你们很后悔娶到我啊。你不太，大家都挺好的。可是那么贤惠的太太，她就一定也会把家里弄得很好啊。就因为这个，因为炒菜。So what do you mean? 你要喝橙汁吗，老婆？我不能喝冰的。想着就丢下我啊。你跑去哪，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？这不是这房子能去哪儿啊？你不跟我说怕怕。很厉害。怎么了？觉得你很厉害啊。各方面都很厉害，还画画也很厉害。你看牛奶有多可爱。牛奶，怎么可爱了？我的猫。睡着了。我发现我对油太吝啬了，又放少了。没关系，炒菜可以加点水。不是，我准备给你用新做法，既然这样，给你做上汤的，你鸡汤也没喝。你很有想法哎。你想喝咖啡吗？又是一个可怜的戏，不想看了。不想看了。你受了欺负，我不能保护你，我很想尽最负责的责任。还有就是，你付出无尽的辛苦，却见不到。我帮你按摩一下。不用了，挺好的。报答你。真的不用，我不难受。你就是耳朵，真的嘴巴很硬，快点起来。我真的不难受。你坐会儿吧，老婆，求你了。我帮你再按一下嘛。真的不用，真的。
我纯纯困的，你说是怎么困的呢？听不懂。我纯纯困的，你说，我最近还是不是很困的？你先不要说话一下嘛。你撞按脖子了。OK， 你直说嘛。果香还是什么香？姐姐好有才华哦。那是当然的、啊。那我这把要清了，真的不必用脸过敏，拜托。尽在不言中。太太做饭，老公在旁边看，多幸福啊！你们这种夫妻两人生活也很久没过了吧？那是当然的、啊。两个人独处几天，感情真的会变好吗？真的，不是感觉不一样。就你要是出去吧，就老想着孩子，你知道吧？比如我们俩，不，但是做这个节目，就是真的特别好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整个人好放松哦，还好把他带出来独处。对啊，我这趟来，你倒是还完全没提到你女儿跟儿子。对啊，你现在是不是非常想月了？我想带月儿一起来这儿。我的宝贝，你看月儿前两天还跟我们母亲节快乐、哎、嗯，好可爱月儿，还做卡片给我。你也哭吗？妈妈，我要去动物园了。妈妈，你要去，你要乖乖吃饭哦。宝贝，那你去动物园要穿长袖长裤哦，不然会有蚊子咬你。在说什么？我听见什么了？妈，我要去动物园了。妈妈，你要去，你要乖乖吃饭哦。嗯、我好想宝贝啊。他还担心我。我从生出月儿以后就没有跟他分开过一天，可是我这次要出来，我从很一个多月前就跟他心理建设，他都一直很反抗，然后我就一直很担心，结果没想到今天接了的第一通他给我的留言就是说你要乖乖吃饭哦，然后我马上就热泪盈眶，就很立刻就开始想念他。你有唇膏吗，老婆？谢谢。这么好看的唇膏？ Yeah. 这红的口红，这是。看不出来这是唇膏。怎么看的我不？你看他自己上面写的 ，lip treatment。那是红色的，这是口红。它是很淡很淡的那种，看不出来的。谁说的？你自己看看。擦在嘴巴上就跟你的嘴唇一样颜色啊。现在呢？我看。没有颜色吧？没有。我再抹点腮红。谢谢。我也真的唇膏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生气啊，老婆？啊？老婆？啊？你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话。不是，你是听咱们才刚骑十米都不到，五米就是。不管几米，重点是我会叫你停，就是一定有道理。OK， 好 okay, 好嘞，下次啊。一会儿我再带你，咱们再走一遍那路。你说停，我马上就停。行不行？你很会装可爱吗？你不是，我就说呀，咱们就再走一遍。我就说你刚上来我就听，然后你说再不看见我不行，必须得听。
我就在完成题，我不行，给你干嘛模仿哈利波特啊？我怎么模仿他了？你看，我是真近视，他是假近视。他是真近视。他魔法那么好，他不给自己治治？白痴。老公，我来洗碗。我来洗，没事，真的，我来洗。你根本就洗不掉这些东西。洗得掉哎，太容易了。嗯，是不是很韩国？我没去过韩国，不知道，但很好吃。你没吃过韩国寿司吗？跟日本的不一样。那韩国寿司跟日本寿司有什么区别啊？韩国寿司叫苏西，日本寿司叫 kimbap。你说反了吧？日本寿司叫苏式，韩国寿司叫 kimbap。我就是这么说的啊。韩国寿司叫苏式，日本寿司叫 kimbap。那你觉得韩国寿司叫苏式，日本寿司叫 kimbap？ 看你根本就不想吃。哎呀，我给你看那个影片，你看到龙了吧？看到了。那是老外拍的耶，不过他拍的是那种国外的龙。所以那是他 P 上去的。不是，老公。那他怎么能在咱们中国拍着国外的龙啊？所以就代表龙是真的有很多种，他不管西方还是东方，他就是。那为什么西方也认龙呢？就是真的有这种动物啊。他拍的有点像恐龙里边的翼龙，你没看出来啊？老外看那龙都是喷火的大翅膀，咱们的龙都没翅膀，晃的晃的就上去了。可是中国的龙也有翅膀啊，小小的。是这么点儿。它是一种种类啊，不同的种类啊。我觉得你觉得 P 的图就是。你什么都不信。那圣诞老公公，那你信吧？那我觉得更假了，你不觉得吗？那你觉得尼斯湖水怪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觉得是真的。那去哪儿了？现在就在水里待着不上来了。我觉得尼斯湖它这个湖它里面一定有更深的洞，里面是有空气的那种是吗？不是空气，是更深的洞啊。哎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停止，快点停止。哎，行了，走入正轨了。我叫你停止。走入正轨了。没事，走。行了，现在你不要捣乱。你停下。你别捣乱，坐好了，快点。行，走走走。我不行，我再停下。老公。
不是怎么了？我要下来。不是我，哎呀，我帽子掉了。我戴了，不是我戴去平坦的吗？你为什么耳朵那么硬呀？不是都已经那什么了？我已经平衡了，现在。我都哭了。为什么呀？啊？很可怕哎！哎，到那平坦路上去，走。哎呦，怎么了，老婆？哎呦，怎么了，老婆？我叫你听，你也不听。Sorry， 不是已经在？根本就不好笑。你就不要晃，我已经骑稳了，老婆。而且这个不是摩托车，一点都不稳。那你期待着我，老婆。啊，很可怕。你还要骑吗？去平路骑骑看啊。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太专业了。随便画。笑什么？头往这边一点。你要去送菜吗？已经要一点了，你不赶快送吧。OK， 那咱们一起去。好。哇、哦，好冷啊！都应该要穿羽绒服了。干嘛偷亲我？我想这两天都没亲你。对啊，你太不放松了。又光想着做饭了，实在顾不上，手太油。心也不用手。看花。的时候不准讲话。嗯，好冷呢。走快一点啊！哎，我发现真的简单点这种生活，每天没什么微信，没什么事儿。挺舒服的。嗨，叶小，我叫马西马斯。哦，那个我老公煮了，中午煮了，你不要下来，你在这边就好了。哎，我老公中午煮了那个羊肉。谢谢。我怕有点膻，能吃习惯吗？超喜欢吃膻。啊，真的。你敢吃羊肉？对对对对，太好了太好了。他北方的呢。好，谢谢。不会，忙什么呢？老公的梦想是让画哆啦 A 梦，然后画了一个哆啦 A 梦在那边。超厉害的，他用贴的，用撕的。哦，这么厉害。他用撕的。好有创意哦，老公你看，你们两个好浪漫哦，变老人了。好，那你们慢慢享受二人世界。
我们先走了。你会刷我们吗？好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小青，你还要骑吗？去平路骑骑看啊。我扶着你，我推着你，行吗？你这样子扶不对啊，你要扶我后面啊。刹车在哪里啊？这两个是刹车，尽量不要按右手刹车啊，按左手刹车，用后轮刹。我不会开始哎。稍微平衡一点。啊！往左，往左，往左，往左。你看，行了，你看，往左，往左，往左，往右，往右，往右。他不听我的话。往左。老公，他不听我的话。啊！好难哦。好难哦。我头晕。是不是比你想象中笨呢？没有，比我想中难学。真的很难呢、啊。怎么着，你还骑上瘾了？不是啊，再试一次看看，不行，我们就把车埋在山里。啊，你就使劲蹬一下。对，你看这样多好。你看，不是骑起来了。有吗？你有不是在我后面吗？啊、没有啊，我扶你啊。老公斜坡哎！老公，我昨天半夜跟你讲梦话，说我想喝柳橙汁，你记不记得？什么东西？你说？你傻笑什么？没有，我有时候看你在远处就特别逗。为什么？像小学生，我就看着。像小学生？你太夸张了吧？真的。老公，我好想喝柳橙汁哦。我给你榨点橙汁儿，你给尝尝。还行吗？很好喝、哦。嗯，下面的不丹。还真是哎，确实像牡丹啊。哎呀，今天天气真好啊，适合骑脚踏车的一天啊。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蔡小姐，你们要去哪里呀、啊？我们去跑步，然后他陪我。不好骑吗？那条路？骑歪了。啊，我不会骑脚踏车哎。好好，拜拜。他好运动健将，拜拜。那要是我的话，早就已经摔脑震荡。很健康。干脆现在去骑脚踏车好了。现在，这也是，挺凉快的。嗯，走。
好粗犷哦。发现我对油太吝啬了，又放少了。没关系，炒菜可以加点水。不是，我准备给你用新做法，既然这样，净做上汤的，你鸡汤也没喝。你很有想法哎。小心。你这什么？孜然粒儿。OK。嗯，真嫩啊，好吃哎。嗯。老婆，你在干嘛呢？在这看书啊？我在生气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生气啊，老婆？啊？老婆，啊！你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话。不是，你是听，咱们才刚骑十米都不到，五米就是。不管几米，重点是我会叫你停，就是一定有道理。OK， 好嘞，下次啊。一会儿我再带你，咱们再走一遍那路。你说停，我马上就停。行不行？你很会装可爱吗？你不是，我就说呀，咱们就再走一遍。我就说，你刚上来我就停。然后你说再往前点，我说不行，必须得停。我就再往前骑，我说不行，得你干嘛模仿哈利波特啊？我怎么模仿他了？你看，我是真近视，他是假近视。他是真近视。他模仿那么好，他不给自己治治？白痴！把门开开点吧。我觉得咱们屋里的苍蝇比外边多。你怎么进来的，老婆？我开门进来的。所以你就把我锁外边了？不是，因为我门那个。我进来的时候门是开着的，那我把它关起来啊。可是关起来它会自己这样慢慢打开。所以我只好锁起来。我以为你刚才我骑车带你，你恨我呢。我心胸哪有那么狭窄啊，而且我都打你好几拳了，还掐了你耳朵，已经够接我恨了。我带我带你去平坦的路。你为什么耳朵那么硬啊你？老公，我全身都瘫掉了。因为我老婆是一个特别有才的人，她做饭也好，
他想看书也好，还是他喜欢自行车，我都特别支持。骑自行车我是觉得对自己蛮失望的，因为我看每一个人随便一蹬就骑了，他们都一点都不怕，然后我就想说那不可能是只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不会骑啊。他可能长这么大也没骑那么远的自行车，所以我就一直推着他一边骑得远一点，让他也感受感受，挺开心的，有点恋爱的感觉。哎呀，我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，我不知道我的热熔枪放哪了。冰箱里啊。热熔枪？哎，对啊，我要做手工艺的热熔枪，我放冰箱里。是啊，昨天我还看见，吓了我一跳，在冰箱里。我记得昨天我在冰箱里看见的。热熔枪这种工具我放冰箱干嘛？我一定是放在做手工艺的地方。好，我的热熔枪。我昨天真的看见了，我忘了扔哪儿了。你真的是我的小天使。你小天使不是福原爱吗？他是我的小精灵。第二个。在想的是另外一个菜吗？对，我就是要去给他拿过来。我去吧。你看这个男的，是不是就是刚刚那个男的？不是，不是。那世界上怎么会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啊？老公，你不看你才……我在这看啊。哼，怎么了？你不想看？你不是想看吗，老婆？啊？不想跟你一起看。好了，不看了。Oh my.哦，老公啊，如果你没事的话，你就来救救我吧。哪方面？你过来 ，please。你看这一地一路上这么多战死沙场的勇士们，你看那边还有大，就算了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大的刚活的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不是，你看，你要把他们弄走吗？好不好？不开，你弄完了他也进来啊。我今天就是干什么都干不好，我发现。你今天水逆。哎，我刚刚不小心是不是有听到你说我穿这样好看啊 ？OK。谢谢。老婆，你这身衣服好看。嗯。这样。嗯。是不是很像越南人？像高级酒店的这个饭店的经理，饭店经理，但真的挺好看的。